如观音降临的竹崎观音瀑布，与瀑布园区如梦如幻的飘谷雨。2024年8月25日，星期日。像谷中长山后，阳光洒落，瀑布轻飘，雪花飞舞，风中绵绵，烟雨朦胧，诗意画卷。飘谷雨，雨飘谷，谷雨飘，梦中仙境，心神荡漾，沉醉其中，自然悄悄对传四方。在心头回身，许青云笔下赏花，舞残飞步雄奇壮观。飘谷雨，雨飘谷，谷雨飘，梦中仙境，心神荡漾，沉醉其中，自然悄悄被传四方。清明奇境，诗句流传，无与伦比美好体验。飘谷雨，雨飘谷，谷雨飘，梦中仙境。在那翠绿小谷间，嗨，我是背包客大叔。爱在台湾旅游，每次都会当天贴文并上传影片到 YouTube。想了解最新的花矿、瀑布水矿、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吗？快来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为您提供最新的花矿、瀑布水矿、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。